受困的救护将近有200人，也因此呢，在今天凌晨发生这个地震时，军还有消防人员以及特搜人员都已经在现场展开了同步的救援，现在呢是出动这个云梯车在进行当中，而我们现场呢也有记者人员已经是把这个婴儿抱在怀中，准备要救出来。 分左右呢，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，则是从现场又救了一名婴儿，他是由这个消防人利用云梯车将他救下来，而现场也看到有许多人。好，主播、各位观众、特务镜头，您可以看到现在在永大路这个倒塌的现场呢，中华路二段也同样是有电梯受困，台南东长街的。 Thank you.